好，如果你是刚刚当妈妈的新手妈妈，那么我还要告诉你一个方法，就是哄睡的方法。哄睡的方法就是我现在手里没有了，就是那种背孩子的背带，知道吗？背带。然后，你把孩子背在身上以后，就是背在后边，背好了以后，然后去做家务啊，干什么？5分钟以内，孩子就可以睡着。睡着了以后，然后这么仰着，轻轻的给他放在床上，就可以睡好了。这个大概就是，也是，怎么说，4、5个月，是出生以后4、5个月的孩子就可以用，可以用到，就是，他自己可以躺着睡觉的时候，就是，背着。背带背着是背在后边，然后一会儿孩子就可以睡着。背带是哄睡神器，这点要记住啦。